大家好啊，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4点半吧，然后我是到了一个公园儿，啊，从来没有来过，我们来看看这儿景色怎么样。前面是一个湖。这块是距离 University of Alaska Anchorage 很近，基本上是在校园里面。然后前面这个湖的对面就是阿拉斯加大学 Anchorage 校区的那个所有的这个教学的地方，然后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山还是挺好看的，还有这个云。飞机起飞了。哇，看这个山还是挺漂亮的，等于东边全都是山了，东边全都是 Anchorage 旁边的山。今天有一些云，然后现在太阳出来了，从这个云外面出来了，还是挺好看的，看它，看这个倒影什么的。然后远处的山好像就在云里面那种感觉，现在。这个飞机的声音也非常大，然后这就是那一个湖。这些高高的凳子是那个救生员，可能是夏天如果有人死在这儿游泳的话，应该是救生员。这个湖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么看还是挺漂亮的，尤其如果你能看到这个倒影的话。山在这个湖中的倒影还是挺漂亮的，还有这个云。好，就先录这么多吧。哦，现在我知道这个湖叫什么名字了，叫 Goose Lake。Goose 就是那个天鹅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是天鹅湖，就这一个不是很大的湖。大家可以看，现在又是一个沿着湖的一个这个 trail，这个林荫小道。我如果一直走的话，应该能沿这个湖走一圈儿。这个云倒映在这个湖里还是挺漂亮的，看的。但是我估计不会这么一直转了。这地上全都是这个落叶，还挺好看。又有飞机了。这儿离机场确实很近，而且是在航道下面，所以所有起飞的飞机都经过这儿，声音很大。行，那现在我都不走了，我都直接回去开车了。